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哎、欸，我的妈呀，不是歌手，不是演员哦，我就不是一个很爱好冒险跟到处跑出门的那种人哎、欸，所以我觉得我一定会非常无聊，然后知识非常的狭隘。真的当了艺人，接触到很多人事物，去过很多地方。卸下了歌手和演员的身份，我想我就是一个平凡又无聊的女子。